配件盒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配件盒顾名思义里面当然就是它的两条传输线，包括一条 C to C 的 USB 3.1 Gen 2传输线，以及一条就是 C to A 也是一样是 USB 3.1 Gen 2，两条的线粗跟线长都非常不错，但是有点太粗太硬了，所以算是小缺点嘛。东西太硬了，所以有时候插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硬，有点痛啊，不是，所以插的时候会觉得要比较小心，怕那个连接头会弄坏。但是粗有粗的好处嘛，就是它的速度跟稳定性跟安定感会比较好。那剩下的就是它的多国插座，这个插座其实网上都买得到。那它这个多国插座，顾名思义，它的头可以换成不同国家的这个插座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机本体，可以看到它下面的这个一个一个像颗粒状的东西呢，其实它的避震器哦，就是为了减轻就是震动带来硬碟损坏的影响，所以它的 rubber feet 特地弄成像是按摩啊，像是那个颗粒状的东西，然后让你的硬碟可以稳定的去吸收那些震动。那它的高度呢，大概就是等于一个 The Seed Rugged 的硬碟的高度。可以看到我们拿这个东西当比例尺，像是相当的昂贵，高度算是差不多了。那长度的话呢，长度的话大概是一个半的 The C Rugged 硬碟的长度。那它有什么特殊功能吗？没有，但它长得很好看。对，所以长得好看呢，也是生活技能的一个重点。那它的东西一定要接外接电源 12V 才有办法供电，它不能像是 2.5 寸的外接硬碟直接这样子用。那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它的灯太亮了。对，太亮其实也是一个缺点，所以在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记得要拿一块布啊盖着，不然它那个灯真的像是探照灯一样，超级无敌亮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是 Neil Porton 设计还是什么，要把它的这个眼睛弄得这么的亮。那是好还是坏呢？白天看到的时候很漂亮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很痛苦。我有好几次都因为忘记把那个眼睛遮起来而睡不着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把眼睛朝向不同的地方去，就是让它挡起来。但这个东西的少数优点就是它很漂亮嘛，你怎么可能把它藏起来嘞？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你需要去注意的一个点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它的传输速度还是很不错的，但就算再不错，它毕竟还是一个机械硬碟，所以还是有它的限制。那有没有达到它官方宣称的245 MB 呢？应该是有差不多到210、220，所以我觉得跟官方宣称的传输速度也没有差很远。那它的前面这颗大眼睛，除了是它的状态指示灯，那也是同时是它的开关键。那虽然说官方说它是它的开关键，但其实我发现只要你连接磁碟机，它就会自动的开机；那只要你断开，它就会自动关机。那在待机的状态下，它就会像刚才那样提到的，它会一闪，大概隔十秒钟一闪。那快速传输的时候，它会快速的闪。那待机状态呢，它就是很亮。所以其实可以从它指示灯来判断它现在硬碟运作的模式，所以你也没有必要特别去按它的开关啦，因为你只要断开连接，它基本上就会自己停掉了。所以那个开关是什么时候用的，我其实自己也不知道。那整体来说，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这个价钱呢？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你有没有喜欢这个 The CD2 的这个经典设计吧。毕竟这个由 Neil Porton 设计的经典外形已经存在20多年，那这个也是这几年就是定下来的这个外观，其实跟上一代的这个 Thunderbolt 系列其实非常的雷同，但它背后的接口只是一般的 USB 3.1 Type C， 所以它的速度也不可能像是 Thunderbolt 那么快，而且它也没有组成磁碟阵列，它就是单一的一颗硬碟。那其实单买一颗 Barracuda Pro 的价钱大概也是大概要4-5千块以上，所以看你愿不愿意多花个1-2千块去买这个已经帮你包装好的设计吧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跟订阅，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